大家好，今天又是新的一天，对，我们换了一个场地，然后呢，这回呢来了很多这个新的人，所以我们就野人军团继续重新在一起组队，我大卫杨 Leo，还有眼镜哥以及左手姚明在一个队。第一场，左手姚明拿到篮板啊，上篮命中，又有一个球，大卫杨突破分给左手姚明，中投得手，扯撑扯撑。然后对面啊，这是一个钢炮人，对，他是钢炮人，对，你记住他的名字就知道了。钢炮人被左手杨明定板了，但他之后很强，对。然后这大卫杨三分投丢，我拿到篮板给 Leo 上篮得手。然后这钢炮人哈，看钢炮人，这就是钢炮人，钢炮人，对。然后这回我来了，啊，我做啥了？哦，突破，这啊。嘎密了，嘎密了！钢炮人拿到篮板，往前冲，然后面对 Leo，直接把 Leo 哎，Vir Step，然后这个大卫杨突破，反篮得手，成功。这边大卫杨传给 Leo，Leo 传给了大卫杨，传给我，中投，嘎密了。Leo 哦，大卫自己拿到篮板，三分，扯撑扯撑，然后嘎。对，然后这看这是个 KD，这是华人 KD，标题上你们能看到，这是华人 KD，对，他跟左手杨明对位，这是我过来，我一突破啊，速度者，速度突破，然后钢炮人直接往前冲，对，传给华人 KD，传给他们的这个人啊，这就是一个人，对，我们不起外号，要尊重，然后 KD 就上篮成功了，就 KD 拿到篮板，往前冲，哎。直接传给了钢炮人，钢炮人三分得手，crazy。然后只有我一哈登步突破上篮。对，你看这个场地啊，虽然小，但是我们这个打的这个回合其实很快，节奏很快。对，KD 一个反篮，high level。然后这回我往前运过来了，直接干拔，这撑。这我又来了，做啥了？挡拆过来，投篮。支撑，然后这回他把球传给了，对，这是这个眼镜小白，这眼镜小白其实很厉害的，对，这姚明，支撑，这溜过来了，溜三分，咣，啊，这回钢炮人拿到篮板，直接传给 KD，KD 传给眼镜小白，眼镜小白后面也有非常惊艳的表现。然后我直接长传给姚明，姚明太帅了吧！但是嘎了，对，但是帅的球我都放，帅的球我都放。然后 KD 啊，pull up 没有，钢炮人三分又进了，crazy。对，钢炮人传给小白，小白又进了，这 crazy 还是打板。这我来了，真是把我推出去了。然后crossover 投，支撑。然后这回他们又过来了，这节奏非常快的，小场节奏很快。然后我直接上篮嘎密了，KD 嘎密了，然后把球推过去，基金小投，扯撑扯撑。然后这回对这人传给了 KD 啊，KD 干什么？直接哇，直接突破。对，这个球应该 David 应该协防的。然后 KD 又往前冲了，传给钢炮人，钢炮人传给 KD。面对大卫直接成功，然后这位六，这突破怼 KD 成功啊，第一场结束，对，然后我来喝一喝水，喝水很重要，喝水很重要。第二场上来他们投丢，我拿到篮板往前冲啊，直接传给六，传开给我，一个上篮，然后这边发生了什么？对，这人这三分射手，这场他们三分非常 crazy，对，然后大卫杨突破，哦，左手嘎密了，然后眼镜哥抢篮板上篮得手，对，然后这回他们传给了这个人啊，这是个脸书人，那他的衣服写的 Facebook，对，这回我拿了篮板往前冲啊，传给 Leo，没有抓到，对，Leo 往前运过来。直接传给姚明啊，空切姚明啊，上篮得手。然后这边他们又传了过来，节奏太快了吧！然后这
钢炮人直接怼我，对，他比我多半个身位，然后这回往前走，抛投，面对 KD 抛投，扯撑，啊，这边我又来了，啊，面对脸书人，脸书人扯撑，扯撑，嘎了，对，然后这是左手姚明抢篮板，左手姚明是我的好人，对他这个帮我，对，帮我感恩，这 KD 又一个反篮 ，crazy， 然后我是突破未果，哦，回来 crossover 上篮得手。然后这边啊，这边钢炮人面对钢炮人挡拆过来，做啥了？传给小白，小白突破，哇，这传球直接给 KD， 这传球很棒。对，眼镜小白，然后这边往前冲了，哎，突破，哦，哦，哦，野人篮球 ，KD 持球单打。试探步投三分进了 ，crazy， 华人 KD， 对，然后这眼镜哥，眼镜小白，对，眼镜小白把 Leo 给抢断了，这 crazy， 然后大北洋传给左手姚明突破反篮，非常好的传球，非常好的上篮，这 KD 又来打姚明，又一个中投还是三分又进了，这 crazy， 对，然后我来了。啊哦哦，挡拆哦，面对脸书人啊，干拔命中。然后这边钢炮人投篮又进了 ，crazy。然后呢，这边啊，姚明拿到篮板，直接一个上篮，对。这里，哇哇哇，这 crazy， 然后这是 crazy，unbelievable， 对。然后这我过来一打四，反篮，这回脸书人三分命中，对 ，KD 给这个人我们现在给他取一个名字，他叫无名者，对，无名者，因为我不知道该给他取什么名字了，所以叫无名者，对，然后往前突了，太帅了吧，然后这回钢炮人怼 David， 啊，未果传回给 KD。KD 要做什么？面对姚明，KD 哦，传给哇哇哇，传给无名者，无名者直接三分命中，他们就绝杀了就，他们这样得进了四五个三分，对，然后我们第二场就输了就 crazy， 对，然后第三场我们阵容稍微有了一些小的变动，我上了个反篮，对，我们现在六下去了，六换成了素野人，我是突破啊，我两个突破得手一开场。你看这 crazy， 这钢炮人直接不防守，直接就上篮了就 crazy。对，然后我们这儿还多了一个黑色背心者，哎，黑色背心者。然后我来了啊，做啥了？我过来，他们这协防很严重，我直接给大卫杨，大卫杨三分命中，大卫杨。对，然后这边他们传给脸书，传给了 KD，KD 投三分又进了 crazy。然后这时候我拿到篮板就冲了，哎，往前走，哦，半转身没有回来，大卫杨要挡拆，但我就投了就，撑 ，KD 过来 ，KD 又来了，面对左手姚明，crossover 投篮 ，crazy， 然后这回钢炮人给到 KD 面对我欧洲步。哇哦哇哦，这里透露一个小秘密啊 ，KD 这个在这场比赛之前把我冒了，在这场比赛之前他找我训练了得有小一个月 ，crazy。然后大尾羊给这个左手姚明，哇 ，high level， 对，所以呢接上上个话题 ，KD 找我训练，所以呢看到 KD 这样的表现，中投又进了，欢迎大家来这个 LA 的朋友，欢迎大家来找我约课或者购买篮球训练计划，吼吼。然后这我来了，传给大尾羊。大尾羊投篮投丢了，然后 KD 拿到篮板 ，KD 往前冲啊，直接一打三，这 crazy， 然后 KD 又来了，中投投丢，这回大尾羊拿到篮板往前冲，干嘛了？转身，面对无名者，把无名者给嘎了，对，无名者给嘎了，然后脸书给到 KD。啊 ，KD 要干嘛？华人 KD 面对左手姚明，这犯规了，那犯规了，还是他们球。对，然后他们这边，脸书人突破，
投篮投丢，我们的这黑色背心者，对，篮板型后卫拿了给我，我突破传给素野，素野上篮得手，非常好的快攻。这边我又来了，直接传给大尾羊，大尾羊面对无名者，哦，一欧洲步 ，good， 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这左手姚明打 KD， 晃肩后仰跳投，大跳投，对，然后这是钢炮人把球运过来，对，所有人都很累，因为节奏非常快，所以我们缓了一下，然后往前啊要干我魏国，哎，传给 KD 又来了 ，KD 投篮，哟，差点，太 crazy 了这也。然后这我拿到篮板往前冲了，啊，我做啥了？哦，传给大尾羊，大尾羊空位投篮，投丢，钢炮人直接拿到篮板发动快攻，哦，哇哦哇哦，然后这边我把球直接长传给这个背心人，对，背心人传给左手姚明，左手姚明中投命中，这其实是个短投，对。然后这回给到钢炮人左手，对，我刚才滑了一下就没跟上 crazy， 对，然后我是突破直接传给左手姚明，左手姚明扯撑，然后这直接又回来了，这 crazy 节奏太快了，对，然后这边我传给大尾羊，大尾羊突破上篮得手， very good very good， 然后这又来了，这 crazy， 钢炮人现在成为不防守人了，这 crazy， 对，然后左手姚明过来，直接干拔跳投，对 ，KD 拿到篮板，直接发球，那直接被这个姚明抢断了，姚明自己拿到篮板再上成功，好，这回对我们的篮板型后卫黑衣背心人直接拿到篮板给到了我，我过来，这 crossover， 这，然后第三盘我们赢了，现在是两胜一负。对，打酱油，喝一下水，喝水很重要。对，然后再喝一下水，对，喝水非常重要。OK， 这盘上来，转身，钢炮人被我冒了，然后大雪帽往前冲啊！OK， 一个小篮儿，哎，小篮儿就进了就。然后这边大尾羊啊，面对这个眼镜小白，非常快的速度，重心很低，传给钢炮人，对，钢炮人过来，节奏差，时间差，直接上了个篮，这 crazy， 对，我们都嘎咪了。然后这是我投篮，哦，投丢，素野人给到 Leo， 对，你看现在 Leo 又上了 ，Leo 替的是左手姚明，对，这里眼镜小白面对大尾羊，crazy， 这太厉害了吧？看一遍，再重新看一遍，对，这太厉害了。crazy， 然后这边我们的这个篮板型后卫干拔者的上了个篮，然后我这边我过来，单单双跳步新规则合法，对，那实际上他也犯规了我一下，所以我们谁也没叫，所以我们就成功了。这边眼镜哥今天没戴眼镜，然后投了个短投，眼镜哥现在是他们的人，钢炮人过来，crazy， 这边什么钢炮人又来欧洲步crazy 钢炮人，对，然后我来了，这边我做啥了？撑撑，撑，这好球，2+1，然后这边眼镜哥短投，这邓肯打板，这 crazy 钢炮人妙传给到无名者，哎，无名者投篮命中，这边我来了啊，过来，节奏差，上篮得手。这里钢炮人面对 Leo 传给 KD， 我在防 KD， 怼我们三人包夹，再怼继续包夹，他没有出路，对，没有出路，传给钢炮人三，我去，这 crazy 了，对，然后这边我们的干拔者啊投了个短投，这大尾羊怼，身高优势，支撑。然后这里他们这又快攻了就，这钢炮人我去直接把素野人怼飞了给，然后我来了，过来正这换防，面对眼镜小白过来这后仰面对两个人支撑，对，面对 KD 和他这后仰 high level， 然后我又来了，拜佛，哦，投篮，哦，莫名其妙被嘎了，他拿到篮板抛投支撑。这 KD 过来发动快攻 ，KD 做啥？哦，直接怼，大跳步，勾手 ，crash，
crazy， 然后这边刚跑人后撤步又进了，他们这 crazy， 然后我过来做啥挡拆过去，发现速给人空位给他投篮三分打板命中 very good very good， KD 过来传给钢炮人，钢炮人这回投丢 Leo 拿到篮板直接长传给我，然后上篮啊命中，这里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干啥挡拆，眼镜哥来防我，眼镜哥没戴眼镜，我过来这然后这里钢炮人传给了 KD 三威胁，三威胁做啥哦突破，哇直接一步过，一步过的理由，然后这边又给到 KD， 他们 KD 单打又投篮又进了 crash， 这边我命的眼镜哥单打成这吸引包夹传球传给素野，素野传给干拔者投篮命中啊，上篮命中，然后这场我们又赢了，现在是三胜一负，打酱油喝水很重要。然后是这场上来大卫一个三分命中 ，very good very good， 干拔者投篮命中，对 very good， 然后这 KD， 这非常好的动作，面对左耳姚明，左耳姚明现在又上来了，左耳姚明现在是换的素野人，对，然后我来了，传给 K 这个 Leo 啊 ，Leo 今天一直在哑火，但我还得给他喂球。然后这里这个干拔者莫名其妙这嘎密了，这左手姚明是队友，完全没有必要害怕。然后这里 KD 自己拿到篮板中投啊命中，这 KD high level， 今天 KD 无敌状态。然后 Leo 过来crossover 被断了， KD 拿到篮板发动快攻传给脸书人再传回来，面对姚明转身左手投丢，姚明拿篮板给到我冲啊无脑突破啊这嘎你了，但是 Leo 拿到篮板上篮啊 very good very good， 然后脸书人直接发动快攻给到钢炮人 oh my gee that's crazy bro， 然后我过来了直接干拔跳投这撑，这里脸书人组织后卫这干嘛了，直接传给 KD 又一反而用左手干左手姚明，然后这里干拔人黑衣干拔人干啥给到大尾羊投篮命中，这里KD 拿到篮板这非常好的技术如入无人之境，这里大尾羊挡拆直接传给姚明非常好的传球，姚明空篮不进，这里对面脸书人拿到球给到 KD 发动快攻直接非常好的传球给到钢炮人，这节奏太快了啊！这边我来了直接干拔跳投不进，对面又发动快攻眼镜小白直接传给钢炮人投三分又进了，这 crazy， 然后这边 KD 发动快攻，对大卫失误 KD 发动快攻干啥了中投crazy， 这场就非常危险，现在这场非常危险，然后我这回来直接回敬一个中投，这边我又来了 crossover 被断，钢炮人往前冲面对左手姚明上篮上进，对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危险，因为这场也是最后一场，对因为我还是希望最后一场也能赢，对赢的话我们就是四胜一负，对这里这个钢炮人组织进攻突破传球给脸书者投丢，大尾羊拿到篮板给到 Leo 直接上篮得手，我们现在在追分，对然后这里直接他们给到 KD 啊 KD 打姚明直接右手勾手投进，这里我过来干拔跳投没有给到左手姚明，有左手姚明帮我把这个球完成了感恩，这里我又过来吸收防守给到大尾羊投篮投丢，我拿到篮板空篮上进，这里我给到大尾羊这里啊他们换防了很关键的一个三分这撑，然后现在是13-12，他们这直接上了个篮13-13局点15，这里我过来我投三分就是赢，但是我这里失误了，对我失误了，对面直接上了个篮14-13，他们14我们13，对这里我们投三分就是赢投两分就是平，我怎么办了
运过来直接过来，三分出手，绝杀比赛。今天我们换了一个框，所以呢，很多我们的射手命中率不是很高，但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得适应一些你不适应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你看这野生，对，你得适应野生，而不是找借口。这个训练实际上某种意义上，这个比赛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就是训练，以战代练。然后感谢，欢迎大家购买篮球训练计划。